我不知道做什么，站到中央位置，不知道做什么，站到中央位置，对，因为这乱死。真的啊，你要给网络上面在干搞成连环的啦。我当初跟余湘泉就是这感觉啊，开傻，开傻。建哥，你那个一根筋都真的很帅，可以下次打给我看吗？哎呦，哎呦，好，婚前我是会答应你。结了婚以后我就不好意思，感觉前面的题目是不是会比较简单？是吗？因为我们以往那个先的都比较简单吗？比较好啊。那我知道了，我们就让陈翔开路。没有啊，你没有两个二啊。因为我相信他刚睡眠有补的，睡到一点二，你是数学还 OK 吗？我不知道。直接说，那只有加减乘除而已吧。可是他是蛮难的，就是头脑清楚一点。好，第二题，陈翔不要跑啦，我就跟你对决啦。好，我是花莲数学小天才。开枪，开枪！真的吗？好厉害！第一棒，请就位。好，这边。来，我们到那边。好，站到中央位置。所以我不知道做什么。站到中央位置。所以我不知道做什么。站到中央位置。等一下，他还不知道要做什么，怎么办？你要再讲解。知道吧？你知不知道？我到第二棒看好了。好，第一棒，请站到中央位置。多个地方，好，跟你俩，跟你俩，中央位置。OK， 三战两胜，翻完你就举手啊。那第一个，如果你先举手，但是答错了，那对方就赢。就不能继续，就是你。对，就你就已经错了。第一题，开始。快，其他人不要讲哦，其他人不要讲哦，不要讲哦。四加五减六。四加五减六，恭喜答对。好快哦！这跟刚刚那个一模一样。对啊。对对，所以有时候这题目就这样，因为我忘了翻嘛。那我们就是正式开始了是吗？刚刚不算吧？对，你算。刚刚是反交。没有，你反交反交，快点，想吗？说的有道理，因为你会觉得疑惑，想说是不是翻错了？不是，因为刚刚宪哥这一题本来就交给他，没关系，一模一样。如果撒娇成功的话，我们就让他这一题算示范。好，好了，我们这边也同意，我们这边也同意，我们这边也同意。撒娇成功，撒娇刚刚，撒娇开傻，开傻。宪哥，你那个一根筋都真的很帅，可以下次打给我看吗？哎呦，哎呦，好。婚前我是会答应你，结了婚以后我就不好意思，一比零。他现在在，他现在有点在听牌喽。你拉一的话就输掉第二关。多少乘以多少减多少等于16。其他人不要讲。都不行啊！嗯，太难了，快点将钱拿回来，别用。什么意思？6×3=2，恭喜黄队1-0 ，yes。好，第二棒请准备。你怕会玩哦？会玩会玩。完了，感觉黑队有一点拉稀。第一题，多少加多少乘以多少等于18，先乘除后加减。球要放上去吗？快点啊！快点啊！快哦！举手。哦，啊。这样。6+3×4=8。答对。恭喜1-0。我真想。好，请复原。答案是要请哥，你能在桌子上。好，红队听牌，加油。第二题，多少乘以多少加多少等于19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好，举手，快点讲话，快点。6×3+1，1-1，恭喜黑队获胜。你可以，你越开心，但是可以快一点。
你不要这么慢，就会吓死我好吗？来，不对，哎呀，呀呀，不能再拉稀，难怪 special， 哦 ，special 奈龙，承担加一，八个，哦 ，special 奈龙，承担加一，八个头有塔，会这个，哎，目前目前嗨咖联盟就有两个 special 成员哦。好，OK， 1-1哦，这决赛你。多少乘以多少加多少等于二十？多少乘以多少加多少等于二十？拿回来，看。拿回来，看。赶快倒过来！快点！赶快倒过来！哎，你有？你是拿起来放？他是直接放进去的，没有，你是拿，他是拿进来进去，然后放进去，然后跟我说，哎，我这样可以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拿回来，你看。因为刚刚前面没有讲，所以重来，好吧，好，重来，好，1-1，要放回原状再闪啊！杰森想要好笑啊你，对，观众骂死，真的啊，你看，网络上面在干搞声连环的啦，好，表情比较好笑，大家决战啦，决战喽，多少乘以多少加多少等于22。多少乘以多少加多少等于22。放掉这边哦！放掉这边哦！你那个是这边的哦。7×5+2，7×5+2。答对，恭喜2-0。好乱哦！你好乱哦！好，你那边好乱。帮我们复原一下，2-0。你那边好乱哦。你这边好乱哦。好，我们那么乱，黄队正式停牌了，预备。好，等一下为什么连队长手上会多一颗球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捡到的，拿充满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捡到，你怎么？很屌哎，难怪我们道具越来越少。对，很屌哎，他拿到以后还有放个口袋，习惯一直改不了。好。我当初跟余湘浅就是这感觉啊，包容一下。好。他们只是多了一颗，我们要这样讲，我们要往那个乐观的地方讲，再多一颗，对，多一颗，跟刚刚比起来才多了一颗，才多一颗，我们等一下下一关，我们现在才差10分而已，结束了，还有下一关吗？还有关，我在那达摩就明天，那达摩就5个而已，如果还有2关的话，我们2关都拿，然后5分就好了，好不好？2关都拿5分，这样我们就追上去，我们还是有机会拉平。那 OK 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难哦，好难哦。我们现在改一个队伍好了。追平，还有机会，好不好？好励志，好励志哦。陈翔来。陈翔来。我吗？对，你知道讲什么吗？逆转。刚刚不是在讲吗？追平，还有机会吗？你告诉我，该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脑子在想逆转。昨天半夜的时候，连真想有智障那种 mass talk 的时候，他说下次来我要跟 Kid 一对。我觉得这次跟达哥，下次如果跟 Kid， 我会觉得酷。下次如果跟 Kid， 我会觉得酷。不要。不要，拜托！好，追平，还有机会，真的还有机会哦。好，1、2、3，追平，还有机会。